而早泄手术治疗方法呢，目前行业里面比较通行的是阴茎背神经切除术。那么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其实呢，是需要正规的进行药物和物理治疗无效以后，最终才能够决定的。那么由于这个手术的开展呢，它要求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我们通常呢都是建议在有手术经验的男科中心找副高副教授以上的资质的医师来进行手术。那么做到效果的话，早泄的手术呢，由于每个男性他自身的这个状况，那他对早泄治疗以后诉求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手术的效果差异比较大。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推荐手术治疗之前呢，一定要经过正规的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反复无效，同时患有本人强烈要求进行手术治疗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建议他尝试啊，但是一定要选择正规，选择专业可靠的医师来进行操作。